瞒着我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约会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你在干嘛？你居然还帮他说话！梁总，梁总，不好意思。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回家再说。你以为你现在开着豪车住着豪宅，你就是成功人士？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倒插门。花先生，你的家务事我没有任何兴趣，这次合作就到此为止吧。哎，梁总，都是误会。几百万的项目就被你一趟闹没了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哦，原来你在谈生意呀？哎，不就是个生意嘛，回头让我妈给你介绍几个不就行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爸爸，我摔倒了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这么快就到了？我衣服还没换呢。你不是说你摔倒了吗？没有，开个玩笑，让你回来送我和闺蜜去做指甲。这样的玩笑好玩吗？我是公司的总裁助理，我工作很忙的，你知道吗？说什么凶啊，还总裁助理？没有我吗？你能坐上这样位置吗？花花，等一下我去我妈那里去买件情侣的礼物哦。我现在在忙。这是给妈买的。你就是个乡巴佬，跟你说要体面些。你这买的什么啊？我妈能看上吗？我怎么知道你妈喜欢什么？那你又自己买吧。我去买，哼！那我还要你干什么？能收留你做我的跟班和司机，已经看得起你了。都不照镜子，你只是个倒插门的。没有我妈，哼！你什么都不是，面子给多了，狗还以为自己是个狮子。够了。当初进你们家公司，是你爸去世后公司根本经营不下去，是我冒着风险去融资才把公司救回来的。这些年来在你们家当牛做马，随叫随到伺候着你俩，你都还不满意？这些不是你倒插门应该做的吗？你是忘了我为什么会倒插门的吗？瞒着我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约会，你以为你现在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你就成功人士？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倒插门。你不是你摔倒了吗？不要开玩笑，让你回来。我工作很忙的，你知道吗？说什么凶啊，还总裁助理？没有我妈，你能坐上这样位置吗？我怎么知道你妈喜欢什么？那下次你自己去买。我去买，那我还要你干什么？你不照镜子，你只是一个倒插门的。没有我妈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是忘了我什么倒插门的吗？你是为了你爸的遗愿，希望你能嫁到我家里，照顾好他呀。这些年报恩我当牛做马无怨无悔，你还要这样没完没了。你现在坐的车都是我妈买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妈说你就是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还不相信。现在乐儿本进来了。这些年我对你们娘俩的照顾已经对得起叔叔当年的恩情了，以后你好自为之吧。你佳佳小姐，因为花总离开了董事会，王总要去撤资，陈老板的项目要终止，李小姐宁可赔偿违约金不要违约，林总的合同还没有签合同，他说再考虑一下，还有拆迁赔款也到最后的期限，还有够了。小姐，老太太中风进医院了。我找你们很久，为什么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？我妈中风了，公司最近遇到了问题，你们能帮下我吗？帮怎么帮啊？昔日的大小姐都要来跟我们要钱了。瞧瞧你这落魄的样子，公司破产，妈妈中风，老公也被你气跑了，你现在就是过街老鼠。我把你们当最好的闺蜜，你们居然……闺蜜你配吗？以前是看到你家里还有几个钱还能跟你玩玩。走吧，既然这种人碍着我们的。哎，花总来了，坐去陪花总喝一杯。花总事业有成，日子过得挺好的吧？比以前自由。我们继续喝，来喝。这是合作终止吧，花总，这个五百万项目，这张卡给你，不要再待在这了。花花，为什么你还这样对我？我落难的时候，我身边朋友都离我而去了。花花，我们回去吧。啊。
刚才如果换成别人，我也会这样做。况且叔叔当年对我有恩情，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里。至于其他的，你们不要想多。